那我们的奖品是极丰富的，我相信在市区所有的卡拉OK比赛都没有我们这个奖品丰富，我们自在为市区带来繁荣昌盛多一点娱乐。一等奖不会内定的吧？不会不会，这个我们的裁判会一定很公平公正的。不准下。请问一下，每一场的比赛在哪里举行呢？就二楼，我们会搭一个小舞台在二楼前面那边，我到时候可以带一下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张。 他坐在这个机械中心的广场，没有后面的玻璃会反光。哦，对，那玻璃比较占吧。没关系，只要不打闪光灯就好。